的确啊，现场转网络是一个风潮。那么网络上面红了，也要到现场来感谢大家。在 YouTube 上面超过300万粉丝的网红团体，他们叫这群人哦，举办了10周年的音乐派对，回馈一路支持他们的粉丝，演出了21首歌曲，非常的有诚意。您看他们整场又唱又跳，还请来了王彩桦大唱歌曲《Barbie》，也让粉丝大饱耳福。网红这群人一登台就献上经典歌《做到死》，整首歌边唱边跳，让粉丝嗨翻天。超级网红团体这群人在 YouTube 上有332万人订阅，为了回馈粉丝，24号在台中举办10周年音乐派对，演唱了21首曲目，超有诚意，甚至邀请王彩桦到场助阵。团体舞间情的小赖也无预警登台，和这群人里的木星合唱《Mojito》，性感的热舞和歌声也让粉丝高喊：“真的太幸福了！”华视新闻王欣怡、薛松前台北报道。